好了，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做街头实测，然后要看看大家对星战系列跟复仇者系列知识知多少。而且我们的题目其实不难哦，不是要考倒观众，只是要让大家测试一下，哎，大家到底对这种很浩瀚宇宙的电影看不看得懂，门槛高不高？一起来看看吧。有关于《星际大战》跟《复仇者联盟》的，可以玩一下吗？来吧，你们这不会很难的题目。可是我没有看《星际大战》。你都没有星，你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看。对，《复仇者联盟》。你只有看过《复仇者联盟》嗯，那你有看过《星战》系列吗？没有。啊，真的吗？真的。糟糕了，我们今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看过《星战》的吗？啊，大家都没看过《星战》。好，谢谢。对啊，怎么会这样？就是一堆人都没有看过《星战》，怎么会？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同学，你们有看过《星战》吗？《星际大战》就是最近上演的，不是说最新的，但是就是《星战》系列，你们看过吗？有，那可不可以跟我玩个游戏？就是我们想要知道，就是《星战》跟《复仇者联盟》，大家比较熟悉哪一系列？你们知道谁韩索罗是谁的爸爸吗？难倒我了。小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没有看得很仔细啊。韩索罗是谁的爸爸哦？嗯，知道吗？应该不是利亚公主。不是，你们他是谁啊？他是谁？凯罗什么？凯罗人。对，萨洛斯是谁的爸爸？上洛斯是那个绿色皮肤那个，绿色跟蓝色的，对，那个绿绿的那个的爸爸，绿色是谁？蓝色又是谁？我忘记了，完蛋了，就是这样讲，绿绿的，蓝蓝的，对，叶布拉跟葛摩拉，对，他你知道是谁吗？星际大战里面的角色，谁的妈妈？谁的妈妈？什么公主？完蛋。雷神吗？他是雷神吗？不是，他是。真的没有一题我答得出来的。这个角色你知道是谁吗？莉亚公主。莉亚公主啊。哎，他不是。不是，他你知道是谁吗？钢铁人老婆。对，原本他是钢铁人。他是钢铁人。钢铁人的那个女朋友。哦，格林斯派特洛。好，小辣椒。小辣椒。哎，不错。对，小辣椒，这是咱叮咚叮咚。角色你们知道是谁吗？哦，我知道是那个机器人。阿兔不是。阿兔地兔吗？阿兔地兔，我是为什么大家都说阿兔地兔？那个前面的我有看，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什么 BB8？ 哎，你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答对 BB8 的名字的人。新的。旧的是一个金色的，跟一只像垃圾桶的，像垃圾桶。你知道他叫什么吗？小树人。小树人。复仇者联盟里面，他是那个猩猩公主。对。好啦。有。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猩猩大，不是，他是复仇者。老鼠，傻傻分不清楚。那一只叫什么名字？他只会讲一句话，叫 I am 什么？对，他就只会讲到名字。对，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他是那个他们那个绿绿的那个的伙伴，什么什么鲁的格鲁特。对，不错，格鲁特。完蛋，我还是没。韩索罗的飞行器叫什么？我说这一台，不知道。你这星际大战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蓝水说的那飞行器，这个太难了。圆圆的，对，圆圆的哦，四个翅膀，有点像飞盘。千年鹰，哎，好厉害啊！不是你的，这是我们做钢铁人的人工智慧管家，好难哦，好难。啊！现在一时都想不起来。哦，人名吗？他
有一个名字，对，那个超级的，对，他叫什么呢？他第一代是一个男的，对对对对对，哎、欸，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变那个石头，然后就变成那个，是那个幻视女的老公，跟那个蜘蛛人在一起那个吗？对对对对，跟蜘蛛人，老什么？老蒋。啊，对啊，老贾是昵称，其实他叫贾维斯。贾维斯，高沃，请哼出他的主题曲。哦、没，因为我没看过。当然不知道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欸，厉害哦，厉害哦，没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欸，不错，你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是可以，让我们来听正解。请哼出《复仇者联盟》主题曲。其实前面有点像。哦。应该也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哦，真的哦，我不看《复仇者联盟》，我也没办法。你没有看《复仇者联盟》？我没有看《复仇者联盟》，我完全对这个系列。嗯，复仇者联盟主题曲，大家有印象吗？没有，每部都一样吗？但是我哼不出来，但是很像。没，给你看，来，我放给你。你记得任何一句《星际大战》的经典台词吗？任何一句都可以。没办法。I will be back. I'll be back.Back. You'll be back. I'm back. 这个是魔鬼终结者，因为我刚刚不熟啊，我只知道那个枪，然后打来打去，就是 I'm your father 吗？哎、欸，也是，对，这句也很经典。啊，原力与你同在。哦，不错不错，哦、那你讲得出来《复仇者联盟》的经典台词吗？阿诺斯有什么？我是不行。我们听，敢未当买走。I love you 3000 more. 对、，Love you 3000. 对，我知道这样子啊。对啊，好啦，也算经典的 pose。好啦，刚刚做完街头实测啊，其实做街头实测好累哦，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害羞，面对镜头就像不要，我没空，我不懂，我没看过，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看过，但有可能是只是不想受访。但是总之，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今天的街头实测给做完，然后发现其实大家对复仇者联盟系列比较熟悉，但是星际大战呢有很多很经典的东西，比如说洗脑神曲星际大战的主题曲，然后还有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有一些很经典的台词是大家都记得的。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金句，让大家来看看这些各个不同系列这两大宇宙经典台词有哪些。 Oh do not There is no try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Fear is the path to the dark side. Fear leads to anger. Anger leads to hate. Hate leads to suffering. You don't know the power of the dark side. I must obey my master. My force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May the force be with us.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And may the force be with us.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I am your father. No amount of money ever bought a second of time. I love you 3000.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Don't what? Don't give me hope. Ah!
still worthy. I am Iron Man. 今天就先到这样了。